你会当咱成功过你的日子，唔免阁惊讲有人来找你讨笑。小夏既然阮妈妈跟李少峰见面，然后伊阁逃走，我问李少峰，伊煞无对我讲老实话，啊，伊两个人到底伫我背后变啥物？这是什么口碑啊？什么狼团简讯？你最近拢真无闲哦，下班以后拢找无人。当时讲，我即个做老公的要甲你见面，那需要建议啊。你是个了白讲啥啦？麦白想，我下班了，要爱我去啉一下咖啡，讲小秋的代志啦。哦，你讲真正是甲徐爱薇去啉咖啡。你讲真正是甲徐爱薇去啉咖啡。电话英雄中，徐爱薇，你谁在说？为什么常常跟他见面？为什么对我讲白话？威廉，你想买手机好不好？我无跟你坦白，那是因为我惊你误会。其实我找少峰，只是想要跟他探听一寡周彩萍的代志，因为少峰是周彩萍的表兄，所以我想讲，伊应该对周彩萍的底细，不管是多呀，只有一定有了解嘛。那真正是安尼，为什么好阮妈？你伫个公司已经甲伊见面啊，下班过去啉咖啡，这种代志，那不爱找我做伙去。你是不是想要跟伊前男友会有感情？不是不是，你真正误会我，我就真正只是要找伊问周彩萍尔，就真正这样简单啊。威廉，因为你雄雄问我，我只是唔知要安回答你，所以，我真正唔是挑工要阮妈你诶。我不相信，你坦白讲哦，你对伊是不是够感情？亚霞，我无法度忍受你心内面够其他查某人，我也无法度忍受你讲啥物话。喂，无无，我拜托你相信我好不？我真正无欺骗你啦，你相信我，我保证我无反背你，好不？亚霞，你我听清楚，你永远拢是我的查某，是我的。是我的。